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 我想今天和大家继续看看找不同这个游戏，那我想和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，我们一起找找这两张图片里边的不同。我希望你可以喜欢这样的视频，我们可以一边学习汉语，一边找不同，一边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，或者你有很好的图片，你也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有意思的游戏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我们来看第一组图片，在这张图片里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看看。我觉得这张图片是在路上，在路上有很多的车，有很多的车，也在路边，在马路边也有很多的房子，在马路两边有很多的东西，在路上有很多的车，这是一辆很大的卡车，这是一个电动车，有一只狗，它骑电动车。那我们一起看看，在这张图片里有什么不同。那我们从左边往右看这张图片。在路上有一辆卡车，那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。第一张图片里边的卡车是粉色的，这是粉色的卡车。第二张图片，这个卡车是绿色的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，卡车的颜色不同。第二个不同，第一张图片里边的灯，这是一个路灯，在马路上，这是一个路灯，所以第一张图片有一个路灯，第二张图片有两个路灯，这是第二个区别。第三个区别，这是第三个区别。这个牌子，在这儿有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是向下走，向下拐，我可以说向左拐，向左拐，向右拐。但是在这个牌子上是向下拐，但是在第二张图片里边，这个牌子它是向上拐，所以向上拐，向下拐，向左拐，向右拐，这是第三个区别，是牌子上边不一样。第四个区别，是在这儿。好，这是一座楼，这是一座楼。那这座楼有三个窗户，第一个、第二个和第三个。这座楼有三个窗户，
但是在第二张图片里，这座楼只有两个窗户。这是第四个区别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还有什么不同？我要再找一找。在这儿我觉得是这个是交通灯，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红绿灯，因为这个灯有红色的和绿色的，所以红色的我们要停车，我们不可以过马路；绿色的我们可以过马路，我们可以过去。所以呢，在这儿我们叫红绿灯。那第一张图片里边的这个是红灯、黄灯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绿灯，所以在这儿这个绿灯不亮，这个绿灯不亮。好，在第二张图片里，在这儿这个红灯是不亮的，有黄灯和绿灯，所以这个交通灯不一样，是第五个区别。下一个，这个是在马路的一边，在马路的对面啊，我们看看这个是马路的对面有什么不同。第一张图片里，在这个路上有四根木头，有四根木头，但是在第二张图片里边有三根木头，所以在这儿是第六个不同。第七个不同，我觉得这是最后的一个区别。在第一张图片里，这个推车，在这个推车的右边有一个轮子，在推车里边有很多的土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施工啊，在这儿有很多的工作，所以在这个推车里边有很多的土。但是第一张图片里这个轮子在右边，第二张图片轮子在左边，所以这是第七个区别。我觉得没有了，对吗？如果你找到了别的，那请你在评论里告诉我，可能我没找到。如果你找到更多的，请你告诉我。我们现在看第二组图片。在这张图片里，有一个男孩子，这个小朋友他正在刷牙，所以这个小朋友他应该在这个房间里，应该在卫生间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卫生间刷牙、洗脸，我们也可以洗澡。那这个小朋友他正在刷牙，他站在椅子上边，他站在椅子上边刷牙，因为这个小朋友可能他很矮，所以他站在椅子上边。那我们看看在这个卫生间里边有什么东西。好，第一个区别，这是一面镜子，我们想看看自己，所以我们会照镜子。在卫生间里有一面镜子，在第一张图片里边，这个镜子是圆的，这是圆的。但是在第二张图片里，这个镜子不是圆的，是方的，是方的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同。第一张图片的镜子是圆的，
第二张图片的镜子是方的，这是一个水龙头，这是第二个区别。在第一张图片里，这个水龙头流出来两滴水，所以这是两滴水从水龙头里边流出来。在第二张图片里边，不是两滴水，是一滴水，所以有一滴水从水龙头里边流出来。我们洗手、洗脸的时候，可能我们不要忘了关水龙头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关好这个水龙头，可能会有水从里边流出来。这是第二个不同。第三个不同，第一张图片的这个牙刷头，就是牙刷上边的，是向左边的。但是在第二张图片里边的牙刷头是向右的，对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，这是第三个不同。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不同。这个小朋友他戴着帽子，一样的帽子，他穿的衣服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是第四个不同，这个牙膏，这是一个牙膏，这个牙膏的盖子啊，这个小朋友他挤了牙膏以后，他盖好这个盖子，所以在这儿呢，这个盖子盖好了。这是第一张图片，这个牙膏的盖子盖好了。但是在第二张图片，这个小朋友他挤牙膏，然后他放在桌子上，这个牙膏的盖子没有盖好，这个盖子盖好了，第二张图片的盖子没有盖好，这是第四个不同。第五个不同是，在这儿是香皂，在这儿也是香皂，在这儿是毛巾，是绿色的毛巾，也是一样的。好的。第五个区别是在这儿，在这儿这个小朋友他的旁边啊，在小朋友的旁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玩具，是一个船。第一张图片。在这个船上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东西。但是在第二张图片，在这个船上有一只鸭子，有一只黄色的鸭子。所以这是第五个区别。我觉得我找到了所有的不同，你们觉得呢？还有别的吗？如果你发现，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，你也可以在评论里边告诉我。你喜欢找不同这个游戏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视频很有用，你很喜欢这样的视频，请你在评论里边告诉我。那我可以做更多的视频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更多的故事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